没问题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们只要再越过那就行，是吗？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信任着他，加油！1、2、3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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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七，慢点。点慢点，停停。走走走，就这样走，走走。对，不就点走。走，慢点。山芋，加油！把这个红红放这儿。加油！慢点，慢点，走到这个红框那儿。这就是拼搏精神。抬起来点，坤坤腿长的优势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体现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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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撞了。轻点，抬起来点。往后来点。这要不是团队作战，我就放弃了。我看老沙回来赢在旁边。刚刚人家同学们都说，沙老师以后要多锻炼呀。可以啊，够清新酸爽。大家平时都要注意防晒，肌醇 C 小金钻 CP 水光无瑕高倍防护，可以保护大家的皮肤。恭喜晨哥队获胜，来爆料！太好了，太喜欢吃瓜了。现在请晨哥到你的秘密房间里领取对你们有利的线索。我没有骗你们啊！我们看一下呗。这房间是谁的？751。751沙溢老师。你看这个照片，751是谁的房间？我，有没有去？他去了，去了，昨天录了，了解了一些情况。了解了一些什么情况？让我分别分析了一下你们五个人，然后给你颁布了一个特殊任务。